码云端上都有，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。那我最后把这个前面几个这个做完的，我就让它先跑。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哈，再跟各位说明一下。总共的话就是这几个 sub，比如说包含什么呢？几个问题啊，第一个就是说这边里面的资料，我必须把它 call 到上面去。那你会想说哦，这个格式有没有？它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如果呢，它这个里面的位置哦，基本上如果是第二列，再来就是第五列，每三个了啊，在第八列有没有？它有固定规则，也就除以三之后哦，哎，有没有余二？那基本上就做这样的事，把它的下一列的资料 call 到上一列，然后并且把它的格式哦改回什么呢？改回像这个地方了，像这个格式不对嘛，所以你可能要把那个格式哦改成什么？改成年月日，所以日期部分改成这个，那其实就这个了，YYYY 啊斜线 MD 有没有想长相？就把它 call 上去，把它再修改。那做的方式的话哦，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个地方哦按 F8 哦，你有没有？就我在云端放的这一段，也就是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。那如果 mod 3就是每三个嘛，每三个。那我的习惯是哦，你初始那一列哦，从第二列我先把它归零。如果它 mod 的结果为零的话，或者啦，如果你不写这样的话，你可以什么 i mod 3等于2啦，哦，其实也可以啦，只是我的习惯是，我会先把 i 那个数字归零之后等于零，那就是要找的。那我做什么呢？把它下一列的资料，下一列就是第 i 列 i 加一列嘛，a 栏的 a call 过来，call 过来就后面的 call 过来，所以你看啊，这个地方的东西 call 过来，但格式不对，怎么办呢？用 number format local，OK，这个属性，把它的这个格式 call 过来，OK，这样方式有没有？哎，你会发现哦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资料呢就看到我要的哦，那其他都一样，所以全部把它执行。好，全部 OK 了。再来呢，这两列多的，那这两列怎么删呢？再来就删除列。那我跟各位讲过了没有？它有一个固定规则，删除的话哦，记得从后面删上来，所以呢，一定是 step，有没有？所以是从最下面到哪一列呢？到第四列哦，其他不要删哦。哎，所以这个地，哎，到第四列哦，把它做删除。那为什么第四列？因为我们后面这边有个 i 减一列删除。所以其实第四也会删到第三，好，那我就怎么样？从这边向下，Ctrl 向下，然后就追踪这两列删，这两列删，这两列删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把它执行，OK，好，你会发现，大概跑一下啊，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？增加那个中奖号码，就是1到6号，那可能要手动加了，所以我这边用 Sales，啊，第几列？不，那个1到6号。把它帮我加上去，最后的话再把它做什么？做一个资料剖析，用 split 把它切开来，分别放过去，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哇，你会发现删除列哦，花的时间比较多。那再来的话就是增加号码，放哪里呢？其实就放在这个第几列呢？第1到6栏。然后我这边有加三哦，所以是从第四就这里，第四有没有？这边里面放一。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号码有没有？这边放六个号码，然后呢再来做什么呢？做剖析。那为什么你要增加？因为必须把这个剖过来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把它全部剖过来，哎，全部剖过来啊，把 B 栏删掉。删除的话其实就是啊，把 B 栏删除，就 Columns B 栏 Delete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做什么呢？Auto Fix。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，OK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所以我大概就先把这边呢，先把它做个 ending。那请各位哦，回去的话呢，再针对这个细节了哦，慢慢再去了解一下。那每一个步骤哦，如果你全部可以把它串在一起，哎，那就可以怎么样？一次就可以把60个网页全部抓下来了，OK 哦。